那今天我想带来一首歌是《20岁的影片》。歌词大概在说，就是以后我们就是出社会之后，然后就要开始为未来成长。然后很多人可能就说，你可能没办法在一些场合表达出来，所以很多有时候有的人都会选择吞下去。所以那就是要描述。这个开始人去哪里了？Thank you.
谢谢。